好，我现在要来试它的承重性哦。本人在下小弟我，减肥之后是85公斤，但是目前好像有一点点再胖了2公斤，所以是87公斤。看我好害怕。等一下。我好害怕。好难站哦。扶一下。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真的可以承重哎，我87公斤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波米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个产品啊。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卖的非常非常好，已经卖掉不知道几百张去了哈。那我今天再稍微讲解一下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轻量、很轻量的小凳子啊。那这个东西啊，很多客人看到这个东西就说：“哎，怎么就是很小，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童军椅的那种状况。”所以他们看到这东西有一点点鄙视它，觉得说这个年代还有人会来做这种就是看起来很小的这种童军椅嘛。但是其实哈，经过我的讲解之后，他们都会吓一跳，就说：“哇，这个东西实在是几乎是必备啦！而且这种凳子啊，它真的很好用。它最厉害的在哪个地方？我只要这样拉开，转一下，它变得这么小。这是它的收纳袋，我们把它放到收纳袋里面。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椅子收起来这么小，有多小呢？”我用我的手掌跟它比较，它就大概是一个手掌再大一点点的大小。它有多轻呢？比一罐饮料还要轻，所以它放在包包里没有任何的负担的。这个东西好用在哪里？其实我们常常像妈妈啊，或者说是家长，有时候我们会到公园，或者说是那种室内的游乐区，或者说是一些可能要陪小孩去哪个地方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会遇到说哦，公园啊，或者说是那些室内游乐区没有地方可以让家长坐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要拿出包包里面的这个凳子，就可以随时都有地方可以坐了。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轻便、非常方便。或者说你要排队啊，要排队买演唱会的票啊，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用到。那露营的时候也很好用，它可以当椅子，而且呢，有时候，我们在露营的时候，有一些爸爸啊，他们会在地上做一些东西，例如说我坐在这边，然后这里可能我需要绑银绳，我需要弄那个青蛙灯，帮青蛙灯换电池，我需要绑东西，做一些手工，玩油灯、玩气化灯等等，你都不需要蹲在地上，你可以坐着，然后在那边生火啊，干嘛？这个高度是刚刚好的，所以它不但是平常我们父母家长带小孩出去的一个很好用的东西，它在露营的时候也常常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，然后它承重性非常好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，拜拜。